都说楼下的凉菜最好吃，刚好我们楼下就有一家凉菜，是真的很好吃啊，而且还很便宜哦。有多便宜你看看就知道了。那买了一袋，然后12块钱还是多少啊，好像是的，我觉得性价比超高的，我们回去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吧。其实我吃过好多次了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凉菜买回来啦，然后现在尝一下吧，它这个分量还是挺大的，能吃饱。这个好吃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东西。那个，它这里面的，这个蘑菇也蛮好吃的。今天买的凉菜，很好吃，可能是因为我好久没吃过楼下的凉菜，但是他们家生意确实是好，好多人都开车然后来买他家的凉菜，我今天买这么多，才花了12块钱，我觉得确实是物美价廉，拜拜。